Hello，大家好，那个白丁，然后今天的话是这样子，这支笔我之前才做完视频没多久，看到 Test EF 嘛，然后有个问题是现在，等一下，哎，现在的话是有个情况，我不知道是笔太旧了还是怎么样，我现在笔的话，如果是旋开嘛，然后我这么阴，我活塞正常，哦，这个笔已经洗干净嘛，光墨川能看到吗？这么一扭的话，现在是白色，然后我这么收，能看到整个灌木窗是透明，活塞上去嘛，但上到这个位置就扭不回去了，所以呢，这根笔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哎，看到漏墨了，哦，糟糕糟糕，那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你们现在看到就是整个这里能看得到是黑色的，黑黑的。那今天就要把这根笔拆一拆，看看哪里有问题，然后再把它装回去，大概这样子这个情况。那工那、啊、已经反正整根笔真已经是这样子，整工具也买了，那这个反正都在淘宝上面是有的。然后呢，整根笔是这样，一个是拆活塞的，拆活塞是这样子。这边是拆那个万宝龙的，这边是拆百丽金的，这个的话是拆前端的，就是笔尖这个部分。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先把这个给拆一下。拆一下是这样子，首先这个我就不拆了，这个里面应该是有个螺丝的，但我觉得笔盖、笔帽拆起来好像没什么意义这样子。好，那首先这根笔我们要怎么样呢？就是要找到这里能看到一个黑点吧。我看一下屏幕，因为我现在看屏不是很清楚。来，看到一个黑点，这一边也有一个，那这么两个，那拆的话通常就是要这样对准了嘛。里面呢，里面它是这个东西最好不要拿那个回形针来拆，最好买一个特定工具，用回形针那个需要的技巧。那拆的话，首先先放上去，然后就这么看一下左还是右。哎，有点紧啊，可以。我是右手拿这个，然后往外转，然后这个就能拆下来了。其实拆这个不会很难，也很简单。那整个拆完以后，可能把活塞，然后我洗一洗，调回去，然后就 OK 了。那活塞应该是可以了。哎，有，就是现在能看到，就经常说万宝龙的那个什么望远镜的结构，望远镜活塞的结构，那讲的应该就这个。哎，看到漏了漏了，开始漏了，看到下面纸了吗？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因为这一支笔是五代的146，一直在滴。五代的146的话是这样，我不知道是不是活塞还是什么的。哦，我知道，断了断了，我怪不得活塞这个部分断掉了。那可以可以，然后这样子，哎呀，需要钳子。还是什么？这个不知道是不是断了，反正我先看一看这个。但这么看像是断掉了。来，看到了，看到了，哦，整根活塞，那就这样子。我就奇怪了，怪不得了。那如果断掉，我估计要搞一个新的配件了。然后再下来的话是整个笔杆。应就能看得到了，那整根就这样子，非常干净的，但笔杆应该是没什么损伤了。然后再下来，我们就要拆拆这个也是，我是右手拿钳子。那你们反正就是我刚刚讲的，刚刚那个是都，反正我都右手拿。这里看到两个小钉吧，一样把它对回去，一样。也是往外，如果你是左手拿就往内，右手拿就往外拆。好，那这样子就 OK 了。其实拆也很简单，不会很难。你看，那整根就出来了。但这个部分我整个放上去洗一洗吧，先。如果这个我不确定是不是断了，因为我没试过整根拆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呢就。但我估计是，
估计是这样子的话，或者也不知道 是不是。这个的话，应该松掉，肯定应该是端掉了。没，到时候这个部分我还真要看看是怎么。这个部分就直接这样子，对，整个拿下来那就 OK 了。然后这个的话，我对一下回去啊，好像没有断，我估计是，对，没有断，是这个松了，觉得是这块这个部分松了，那我再调整一下，到时候看一下我怎么把它这个部分给固定好就可以了。可能拧的时候，对，可能因为这个部分它没有固定到，然后我在拧的时候可能就是整个墨嘛。没有固定到，然后整个墨水就怎么该怎么讲呢？就是它这边没有固定，所以说它这个旋转结构松动的时候，活塞它本身就会有左右这样子一个旋转，就是说左右旋转导致了这个活塞嘛，它没办法定好位置啊，不知道怎么讲。如果知道的，帮我科普一下，好吧？不好意思。好，刚好再下来了，我们继续下一个。那活塞大概是就这么几个部分，然后你看到。这只五代的146嘛，它最晚的推出时间是2013年，那你看到整个状况其实都挺好的，然后再下来的话就拆这个总成是比较麻烦，总成的话需要这样子，你要拿一个，我是拿针管的，当然有些人是拿那个拉米的笔杆，拉米或者你当然不一定要拿拉米了，可以拿别的一个更就是说更实惠一点一个品牌。拿一个就是说像那个之前有讲过那个什么品牌啊，那个叫做烂笔头，对，之前那个品牌好像没办法敲，本来打算拿一个这个，然后这里你刚好这个要顶得住这个地方，刚好你看能顶住这个，然后笔尖又能进去，然后就顶了这个地方，然后稍微敲一敲，然后就 OK 了。等我一下，我去拿一下工具。好，回来了，那还是一样，放到这个针管，然后往这里吹，我就拿到一个六角钥匙，然后就这样子把它拿着，然后再这样，好像不是很好用力。OK， 可以了，轻一点，就这么往下压，看这个最好用，锤子好像也没什么用。然后这个下来以后，那你就能看到你的笔尖、笔舌这些，那我们就直接放回去洗一洗。然后，它的笔尖的话，反正就是能看到比正常的长了。其他普通的笔尖的话，都是属于这样的，就是就正常，这也是平平的。但它这个就中间两个洞，我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知道了可以告诉我一下，给我科普一下。另外想问一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万宝龙没有那个148，有145、144、145、146、147，但是49，但没有那个48。然后这个是那个对，另外一个别的笔尖，大概是这样子。那整根笔，那我们先洗一会，洗完一会以后，然后等会再回来装。好，洗完了，那回来，那现在呢？总共配件应该就加上笔杆，应该就这么多了。那是这样子，因为下面还有一个视频要拍，就是那个抛光啊，因为这一根刚好是那一个就 test pen 嘛，所以就随便我自己玩了，反正我问过借来那人，他也 OK。那我们先装的时候先这么装，我们先把总成给装好，可以吧？总成的话，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我没记是在哪，大概这个位置应该，哇，好贴合万宝龙的东西，平常还能很多笔都能这么去转，那它这个就没有，它这个直接就是这么一上。那我们来把这个笔尖给对准一下， OK， 可以对准一下以后，我们在万宝龙应该本身它是有一个槽的吧，应该是，好，好像没有，没有一个，没事，对，感觉应该是有个地方可以直接被我对，耶，这个是，应该是能直接这么卡进去的吧，我觉得是，能对上这条中缝，
啊，先不管，直接装了吧，应该是都 OK 了。这个，我们把笔尖给对准，对准以后，我们讲慢慢给它卡进去。不对，应该是我好像方向弄反了。对对对，我果然方向弄反，我觉得不太对劲了。好，一样，让我对准回去一下。然后再下来，对，好，先看一下笔尖是不是正的，笔尖也很正，怎么看 ？OK， 反正它这个你看完宝龙，它就是刚刚好，反正你再多塞一点也不太可能，少塞一点也不太可能。笔尖的话，哦，也很正，那这样子总成我们就完成了。我们先把这个给装回去。装回去以后有点小紧了，我们再用工具再对准回去之前讲的那个卡口给它旋紧。当然其实这时候你要在这些螺纹地方给它上那个手表那种防水膏，但是我现在就因为拍下个视频我就没有了，下一个再做吧，也不急啊。然后再下来像这些地方嘛，最好涂涂那个防水膏。我们活塞装起来比较麻烦，通常是要这样子，那卡环在这嘛，从那个笔杆那一边放进去，放进去以后这边套上，转大概一个两个三个圈吧，差不多三个圈。然后再你看到能凸一点了吧，凸一点以后我们再多凸一点，因为这个它里面活塞它是有那个很多个就齿那种齿，那这里再配上这边的话，上面这些凸纹的话，它是我一进去的时候你看见它没办法转的。然后我们这时候试一下转回来，好像空间还可以，看到吧，就刚刚好能转回来，那就转回来，然后刚好不会顶到，因为有时候活塞太长了就会顶到那个总成那边。那这个要我刚刚其实我前面装了一下，没装好，其实也不算是特别会装。那这时候看一下，好像我的环倒过来了，我看一下是不是，对，这样子才贴嘛。那这时候我们把那个记得每拆笔之前要很多地方检查好，那这时候也是转出来差不多三圈左右，我们怎么知道它是 OK 的？三圈就是说为了我们可以放这个笔夹，然后我们这样，反正我们保证一个空间能让这个不是笔夹拆笔的这个工具给它有一个空间给它放进去就可以了。万宝龙的笔如果你有工具的话其实还算是比较好拆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技术好，那回形针那也可以了。但是你现在能看到它这个就能刚刚好，你不能太里面，太里面的话这里就是下面就是这个环了，你会直接把这个给卡住。就是说回形针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么细了，反正就是相对来讲容易把东西给弄得比较怎么破罐子破摔嘛，很容易弄得一团糟。回形针毕竟不是为了专门拆笔嘛，就相对来讲比较 DIY 工具，有时候对对对，后果自负。好，那这时候我们这样子把这个给对准，然后这么去拧进去就可以了。哇，设计这根笔那个人好厉害，感觉这么一拆。然后这时候再下来，我们这次来看一下。好，那整根笔就算是修复完成了，就拆好了。然后这时候看我们看一下光墨窗这个地方，我拧一下，你看回来，然后这里再这样子出去，能看到白白的出来了，然后再收回去。好，那整根笔就算是应该是 OK 了吧，这样子拆就算是拆完了我觉得，然后这样子再拧回去就 OK 了。好，那个拆笔工具的话我会放上链接了，但是不是业配，先说好，就是说你们谁想弄的，因为刚好他还能拆那个 M800 的，那有机会再给大家做一期那个 M800， 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迫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好，那个今天视频就到这里，那一个有什么做的不太对的麻烦指出一下，因为我也不是很专业。好，那一个谢谢大家了。